我的右耳朵进水了，爸爸说只要这样反复几次，耳朵里的水就会到。一定要先做暖身运动，疏通筋骨，血液循环，让肌肉得到伸张后才不容易。还有，也可以先用水淋湿身体后再下水，让肌肤适应水温，也比较不容易抽。不会游泳的人，即使有救生圈，还是很危险，最多在岸边玩。防晒油保护皮肤，再去游泳。另外，正午或太阳太烈的时候，也不要在室外游泳，以免晒伤皮肤。严重的话，它会导致皮肤癌的。先把蛙镜戴上再下水，以免眼睛被海水中的细菌感染。知道。跳跃之笔，你别。哼，谁让你这么快？哟吼，再加加油就可以找齐十一。沙滩。我的玩具都躲到哪？如果在水中遇到危险情况，应该先然后以手脚抱住膝盖，屏住呼吸，身体就会自然浮。注意不要用力挣扎着浮向水面，全身想换气时，只要将手脚张开向下轻轻滑动，将头抬出水面就可以换气了，之后再将头埋。前面的水域很危险，不要。
我一个人不可以下水游泳，一定要等爸爸来了跟我一起才行，没有大人陪着很危险。喂，不要再前进了，前面的水域有急流和漩涡，下水游泳很容易。我第一名，我是游泳。大脚丫，快跟啊！你这别跑了，大脚丫，你玩够了，该跟我回。耶嘿，又找到一个了，不能忘了，共有十一个。急救。放我出去，放我。急救。急急急急急救区。在水中，如果突然抽筋，不要慌张，先喊救命，争取疼，同时可利用水中的漂浮力，将抽筋的脚用力拉直，就会很快复原。记住，千万不要惊。我教大家一些溺水者的，先将救上来的溺水者平放在干爽空气，打开溺水者上衣纽扣或会妨碍呼吸的救护者踩半跪姿势，将溺水者的腹部放在救护者的膝盖上，使头向下轻拍其背，使溺水者吸进去的，将溺水者的头部后仰，帮助呼吸道顺畅。救护者一手捏住溺水者鼻子，一手掰开溺水者下颚，使溺水者嘴巴。救护者吸气，将气经由溺水者嘴巴吹入肺部中，吹气后立刻松开捏鼻之手，并侧转溺水者头部，听听可有气体排出的声音，重复以上动作，直至溺水者可以。在施行人工呼吸急救同时，请人报警119，设法送医。小熊，你要小心一点，我终于。咖喱，看到你好开心啊！外面虽然很好玩，可是我还是想回。好极了，真早，找到这么快就可以找。来看这边，开。阳光海，森林公园。
为铁丝。咖喱，让我，我先帮你把污血挤出来。被生锈的铁丝、铁片刮破手脚，很容易感染破伤风，所以你必须打破伤风类。不是我不愿意帮你，而是打雷闪电的时候躲在树荫下很危险的，容易被雷电击中，甚至危及。真对不起，刚才误会。还要注意，雷雨天在空旷地的最高点很容易被。咖喱，快离开我！而且我看他的头好像是三角形的。小朋友，你不要怕，我先用湿毛巾冷敷在伤处，再用手帕绑在患处的上方，避免毒液蔓延。每隔5到10分钟要松开一下。现在我带，谢谢。走进草丛中，可以拿棍棒做打草惊蛇的拍打动作，蛇就会游走。基本上蛇不会随便攻击人，除非你侵犯到它。若真的被蛇咬到了，最好记住这蛇的样子，以方便医师。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好像吃了一朵很漂亮的蘑菇后就睡。很多野外植物、野果都有毒的，你不可以乱吃，而且越是颜色鲜艳的就。淘气猴，你爬得好。哎呦，咖喱，我还没有完。我们先回家，以后再出来。太棒了，找到一个了，共有11个玩具，千万不能漏。赶紧让我先用消毒过的小刀把残留在伤口上的毒针，再以冰袋或冷毛巾，千万不能挤压伤处，以免毒素蓄。然后我们赶紧到医院去给医生。青青，以后看到蜂窝不要靠近它，更不可以贪玩去捅蜂窝，否则会遭到群蜂的围攻，叮得满身包就惨了，搞不好连小命都会送掉。珍珠湾。我好想快点找到我的玩具。有小虫子跑进我的耳朵进去时，它这样轻轻掉出了。还有一种方法，可以利用虫子的向光性，在耳朵外用手电筒照射，吸引虫子走出耳穴，在暗室中进行，效果会。
咖喱，你看，原来是蚂蟥。当蚂蟥在皮肤上吸血时，要用手拍落，千万不可以。把伤口上的污血挤出，然后在伤口上消毒，服药可达到消肿消。记住，不可以在赤脚踩水洼，或在潮湿的沼泽地。水里含有很多细菌，会伤害我们的。好香哦，真！哇，糟糕糟糕糟糕！咖喱花虽然很香，但花朵里藏着的虫子会咬人的，而且花粉很容易引起。刚刚摘了几片叶子玩，谁知道手就又痒又疼起来。你的手应该是碰到有毒的植物而引起的皮肤发痒，这是皮肤过敏的。先用肥皂和冷水冲洗皮肤，用手反复搓洗，再将爽身粉撒在患部止痒，但一定要到医院请医生处理，因为有些植物是有剧毒的，千万不可以。谢谢你。如果接触和误食含剧毒的植物，千万不可以轻率处理，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。哇！哇！什么声音啊？我不。咖喱，是我啊，你来找我的吗？我想回家了，这里的动物都笑我是兽王的替身。那就回家做你自己吧，乖乖。咦嘿，又找到一个了，不能忘了，共有11个。好痛！不要怕，我先将伤口内的污。再将伤口用清，最后在伤口附上，然后你赶快到一个破伤风免疫和狂犬被动物咬伤，必须在半小时治疗哦。森林公园，火车，火车站。我踢到火车席，快离开！哼！小朋友，在铁轨上玩是很危险的，火车的行驶速度非常快，要闪避。公共。水果最好洗过削皮后再吃，以免农药残留在。小朋友，我给你好吃的东西，你跟我去一个神奇的地方玩。哦不，谢谢，我不。妈妈说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的食物，也不可以。
站在离铁轨这么近的地方，火车进站时带着的强风有可能会把人卷进车轨底下，好可怕哦。谢谢你。全都回来了，外面好，当然好玩了，但是外面的世界也很……哎，我都还没……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出去？嗨，只要你们注意安全，周末我带大家到珍珠乐园。哇！好哎。